关键是心态。好歹我们也算生死之交吧，我们要来交换身世。30岁我就继承所有的家产，输光了所有的钱，进了监狱。老天故意让我什么都输，唯一让我赢的，就是我这条烂命。18岁那年来到这里，还没谈过恋爱，就被逼着要做这样的工作。快嫁给国爷。有一种赌局就是残忍一点，但是我从来没输过。今天晚上让我知道，其实也可以双赢，也有可能双输。你放他走，我想再跟你赌一把。赌大点怎么样？赌命。我赌。天亮之前，如果我们都没死，此生都要好好的活着。欠你的，我下辈子还你。